八十亿人同享一个粮食体系，冲突、气候变化、经济放缓和下行、不平等、粮价上涨，阻碍许多民众取得发展进步，限制了所有人的前进步伐。一方受影响，多方受波及，可持续发展始于公平机遇。让我们携手建设美好世界，让每一个人获取更多优质食物。